想说话吗？你要不想说话可以不说话，因为我很累。哦天哪，他直接的意思就是你给我闭嘴。这么巧来坐地铁是吧？哎呦，他们俩是好搭呀，他们俩很少一起坐轻轨是吧？啊，应该是。自古红蓝出 CP 呀、啊，这真的是没有商量好了吗？我们到时候在哪站下呀？你知道吗？不知道。搜一下啊。你告诉我，你为什么不选择这个，可以吗？不是，那你先说你为啥会选这个？我觉得这个是看最浪漫。那我为啥就不能这么觉得？对，而且我觉得这很魔幻，这很代表重庆。其实我想做一个最能看整个重庆，山景的。老秦，这是不是就是你说的那个状态？他给他看的是下颚线。对，而且他不是那种不好意思的，他是真的就是心不在焉。我看我们现在在哪儿？在教场口。啊啊，这就不是直接在这坐就行了。OK。还是挺漂亮的，你看，啊哈，是吧？敷衍呢。你累吗？累啊。那你别说话了。你还想说话吗？要不想说话可以不说话，因为我很累。哦天哪，他直接的意思就是你给我闭嘴。你要不想说你可以不说，但我这个人我自己也会说话。哇，你说话挺给劲的，老王。哦，不是，我想说你要是累了就可以不说，因为真的很累。这不出来玩吗？出来玩就亢奋一点。哇，心态很好啊。哎，这个女孩挺好的。这姐姐还给她点面子，蛮神奇的。感觉好像你有点不开心。没有啊，就我平常也不太说话。就是会不会，比如说不适应啊，或者有时候要，就是比如说必须要跟大家讲话，以示友好，然后会觉得有一点别扭。老王真情商真好，他在开导他。他俩真的就是姐姐弟弟。嗯。因为有时候我其实有这种压力，就是我担心我不说话的时候，别人会觉得我在发脾气，但其实我没有，我只是累了。没有，我只是单纯脸臭而已。啊，对对对，对。但是我就没有办法像你，能先把这事说出来。哎，我觉得其实以前我能，后面我不太能。怎么说呢？就是你要想做自己，你就肯定要让别人不舒服；你想让别人舒服，你就肯定不能做自己。那我会选择做自己吗？哎，你们认可小孙的这个说法吗？可能现在很多人都会这么讲。所谓的直性子，不过就是说话不想动脑。嗯，所谓的做自己，然后所以不在乎别人的情绪，不过就是没礼貌。这个世界不是围绕着你在转的。做自己不是站在去伤害别人和不尊重别人的基础之上的。做自己回家做嘛，你爱咋做自己做自己嘛。最大的问题就在于这俩不是站在两边必须选一个的。就做自己也可以让别人开心。对，他凭什么觉得他不做自己的时候他就会让别人开心呢？别人也没开心啊。但如果有的时候比如说这几个人里面有一个人他挺喜欢你的、然后呢他看你这个样，他以为你跟他也没什么情绪，可能他也会觉得心里很受伤。你有想过这种事情吗？这姐姐真好、所以他有看出来跟小胡。那如果我不喜欢他，那就是不喜欢。我觉得就是这个东西，你得是互相平等的。就是如果只有一方在心动，另外一方不心动啊，那么这就不是我想要的，对吧？我也不是这样。对吧？就没有回应的东西，那我就会 pass 的。不是，就有火花就有，没有就没有。我喜欢直接的东西。今天我们坐在这里，要么不说话，要么不得不说话。然后我选择了后者，不得不说话。我觉得我也是，我在第一次我们见面的时候就说过，我是一个聊不了过客套话的人啊、所以可能就感觉你好像没有那么就担心那个，可能没有那么的舒适。他在安慰他，就是我担心，就是比如说你要强行跟大家社交，会疲惫。我没跟大家社交呀，我没有跟强行跟大家社交，我不想说话就不说话，你没发现吗？强行社交的意思我觉得应该是指我已经说了我不想说话，但是部分人用一些他们的说法逼得我说话。那我们现在算是强行社交吗？谈不上，我现在不想说话我就沉默了。好 OK， 你反正不想说话你也可以随时不说，也无所谓。走到了，出去。
下呗。老王尽力了，尽力了，尽力了，这就是成年人的体面，真的是姐姐弟弟。你看，原来也不是吃饭都能拉近距离。过来了，过来了，来过来了，过来了。哎，好嘞，麻烦喽。谢谢。好，这边打调料哦。好，谢谢。哎呦，饿死了。我一点辣都不能吃，是吧？这个，我肠胃不太好。哦，我自己来就好了，其实。行，那这个放纸袋一人一个啊。你们还是得给我倒了一杯吧，我的意思是我自己倒就好了。哎，快忍不住了，老王。老王也不开心。那肯定的。中午那饭挺好吃，而且早市挺好玩的，我觉得。其实他已经垮脸了，老王。啊，是的。你平时最爱干的事啥呀？训练、看动画片。我觉得你这种，其实我还挺羡慕。为什么？感觉大部分人，包括我，我觉得我们好像没有一个非常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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喜欢的事，就是这个喜欢到，就我可能80%的时间都能放在他身上，我好像没有。多尝试呗。多尝试，人生这么大，对不对？肯定会有一件事情会让你喜欢。笑死了！哇！哇！可能我说的对，所以他就过去了。突然觉得他不搞笑了，没那么搞笑了。我感觉其实这个节目上的人都是体验型人格，你发现没？就虽然说大家非共同性也挺多，但是最大的共同性我感觉就是这个。我没有找到我和男嘉宾的共同性，男嘉宾的共同性都很白，只有我很黑。就是当时我觉得都是黑，你知道吧？你真的不黑？你为什么老觉得你自己黑呀？我觉得你还好啊。是吗？你真的不黑？你没有见过我黑的朋友。好吧，那你那些黑的朋友也太黑了吧。非常黑啊。哎，你为啥上这节目啊？我其实一开始是抱着有好奇的心态了，因为如果你在现实中长时间你没有遇到过很心动的人，为什么不换一种方式呢？加上我的社交圈很少很少，我不社交嘛。对，所以他是真不社交，他在生活里。不好意思，又啊，没事，不好意思，你自己放。你之前在国外在哪？加州。加州。你喜欢加州吗？非常。啊，我觉得大家好像在那边的经历啊，都很孤独啊，但我很快乐。你享受孤独？我可以一直不跟人说话，其实也可以，我觉得。如果今天是我一个人的话，你知道吗？当我在地铁站的时候没有等到你的话，我估计我可能会跳两下，我感觉我是真自由了，你懂我意思吗？确确实实吧，确实，我也会。但是我刚才还在想这个事儿呢，就是你之前一个人吃过火锅吗？我经常，我也是。对，我觉得现代人其实忍受孤独能力还挺强的。啊，我经常，一个人能干的事儿也挺多。我想不到有什么事情。是我一个人不能干的，目前我生活中很多事。我觉得我很多事是我一个人不想干。我不愿意让自己一个人干。对，是的，是的，是的，我能理解你的意思。所以你不太需要别人照顾你，是吧？与其说我不需要，甚至说我不喜欢。哦，真的啊？哎，这我还挺好奇，你愿意聊聊吗？怎么说？就比如说别人照顾你，你会就是感到怎么样呢？压力。被照顾多开心啊。哦，真的呀？你不会吗？我其实不太需要。
但我挺喜欢的，就是我会觉得哦，对方挺关心我的，然后就还享受这种感觉，我觉得很温暖。嗯，看来人和人真不一样，我会觉得有压力吧。哼，我觉得被人照顾好幸福哦。你看，这是自信的表现，有很多这样的人。因为我不够好，所以你不要对我好，因为你对我好之后我没有办法回报你的。他认为人际关系是一个回报的关系，但其实人际关系不是都是回报的。有的人就单纯想要对你好、啊、对对对对对。那如果要是就那种就单独非要叫着你的那种啊，反而不能让你自由自在跑，你是不是反而会觉得有压力？你不喜欢那种照顾？这算照顾吗？也算吧。天哪，但我觉得这不算照顾。照顾就好比说，如果你刚一直给我夹菜，我就会觉得很不舒服。妈呀，我最喜欢给别人夹菜了。啊，但还好你刚刚只是放锅里没有给我夹。我是习惯性的放两边。但我能知道，因为这个东西我也没有说出来嘛，对吧？嗯。而且或者说你做了，我真的能理解你是无意的。天哪。嗯。那我觉得小孙就有点回避，他很回避啊！你不要照顾我，你不要给我夹菜，你不要给我倒水，哎、你不要跟我讲话、哎，你不要。哎，因为我也不想做这件事给你。我觉得我和你都是很固执的人，是吗？哇，老王好人间清醒。你一会儿想去超市、啊？对啊，看情况吧。你不是老说你想自己吗？那你一会儿要自己吗？你是想自己，我们就自己；如果你不想的话，我们就不那什么。我无所谓。老王可太累了。嗯。就如果要是你想自己，咱就分头行事、嗯。但是与此同时，也不要影响我们的和睦关系，好吧？来，虚空干杯，就像虚空干杯。嗯。嗯，今天还好吗？我每天都挺好的，坐。我以为你今天有点不太高兴、啊。为什么？他都不开心、嗯，你让所有人都看出来了。嗯，哈哈。你不觉得我天生就这个脸，就脸很臭，啊，我天生这边脸很臭的。哦，好的好的，是吧？为什么会觉得我不开心啊？我是觉得你好像，没事，其实还好，哈哈。你是觉得我整天一个人走来走去吗？还是？嗯，所以你今天没有不开心的吗？我要真实的说，我们想听真真的话吗？那不然呢？晚上会有一丢丢，就晚上聚会的时候，你知道我跟他真的说不出什么话来。就当朋友聊天。其实我们就在这也是一个缘分。啊哈。如果你有觉得比较聊得来的人，你可以就是跟他们就多聊一聊呀。这不正在聊呢吗？这不正在聊呢。嗯。那也是我主动找你聊的呀。我其实是个很害羞的人，我不是很擅长说话。我说真话，我不是很擅长说话。就是虽然我可以跟你现在这说话。但真实的说就是我能不畏惧，但我的内心还是会紧张。再这样下去我的表情可能会有变化，我还是戴上墨镜吧。他遇到喜欢的人还是挺就我不太喜欢，我一直以为你很不爽。就我觉得老王今天其实回来也不是很开心。哼，老王好惨。我那这个时候就可以摘下墨镜了，什么我表情又变了。就我只在乎我在乎的人和在乎我的人。那你觉得我们不在乎你？我觉得你只能代表你。可是老王其实今天中午的时候他有问你去哪儿，然后小李也有问、我真的是很习惯一个人的，就我基本上我的人生多年以来我也是自己一个人，所以我觉得就我明白你是想希望我跟大家多融入一点，我能理解。那你以后去干什么之前，你能不能就是先跟某一个人说一声，让我们知道你在哪儿？你知道所有人都在问你在哪儿。我这不回来了吗？行吧。感觉我说了个寂寞。没有吧。行吧，行行行，没有吧，可以的。哎呀。